八届十中全会后，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进行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1963年2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共中央在此举行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推荐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保定地区小四清的经验，并提出了那个令中国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口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会议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西子湖畔的杭州召集由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并于20日下发。这个决定对国内政治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并认为四清和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獗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并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做准备。在这里，毛泽东为国人描绘了一种令人警觉、担忧、可怕的危险情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相互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正是这种警告，使全党，首先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指导思想与部署。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没有参加五月的小型会议，他在4月12日至5月16日这段时间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回国后，他很赞成前十条的内容，并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之后，党内出现了一些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加以解决。刘少奇和彭真一起根据前十条的基本精神主持拟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同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该文件。
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并且规定运动中要做组织训练工作队、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等工作，但同时也规定了要团结 95% 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比较正确的具体政策。1963年冬到1964年春，全国一大批农村社队进行了四清，少数城市展开了五反试点。四清五反被毛泽东视为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做出这样的估计，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基于这种估计，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对后十条又做了修改，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都撇到一边。刘少奇提出要抽调大批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且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运动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化名为董普，作为工作队员参加了河北省唐山地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四清试点工作。工作队基于大队的领导权不知是否在搞复辟的敌人手中的考虑，进村便从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做起，把民主革命时期开辟新区的做法搬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实现农业合作化多年的农村。这一做法后来被总结为所谓的桃园经验，并得到毛泽东的欣赏而推广全国。这时，中共中央又连续转发了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和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等，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文件，强调进行夺权斗争。这样，在1964年下半年，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23条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23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人为的、任意的、有系统的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新阶段。23条又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为轻政治、轻经济、轻组织、轻思想的四清运动。到1966年春，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县社进行了四清，国营工业和交通系统开展运动的单位约占总数的 3.9%， 其他如财贸、文教等部门只在少数单位试点。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不过这次运动只在局部地区开展，而且是有领导的分期分批进行的，并且还纠正过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轻了运动的消极方面，
全国工农业生产尚未受到大的影响，社会也没有发生大的混乱。1973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意大利外长的时候，随行的意大利摄影师为他拍摄了这张著名的照片，取名《周恩来的沉思》。这幅照片仅80年代在全世界就发行达几千万幅。周恩来在所处的那个时期沉思什么？历史留给我们许多凝重的联想。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此，周恩来为保护这些干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一次，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上，周恩来讲话，起初秩序很好。忽然，会场上有人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马上把身子转过去，把背对着会场。这时人们就不吭气了，也没有人喊口号了。一会儿周恩来又反过身来继续讲。林彪江青一伙策动一些人批斗陈毅，周恩来亲自参加大会，坚决反对喊打倒陈毅的口号。一次造反派围攻周恩来，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周恩来气愤地说，谁要在路上拦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40年前，同周恩来一起领导南昌起义的贺龙元帅，被造反派搅得无处安身。周恩来把贺龙夫妇接到自己住的西花厅。一周后，消息传了出去，周恩来不得不秘密派人把贺龙安顿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偏僻住所。两位老战友分手时，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说，等到秋天，我再派人去接你。可是，到了秋天，周恩来却无能为力了。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摧残下，贺龙被迫害致死。罗瑞卿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和折磨，周恩来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打人，不要挂黑牌子，手术期间不能批斗。一段时间，宋任穷住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去抓他，他们闯入宾馆房间后，企图把宋任穷绑起来，从窗口吊送到地面。警卫战士迅速赶到，把宋任穷解救下来。周恩来询问宋任穷同志挨打了没有，受伤了没有，要求警卫部队继续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武汉发生720事件后，
陈再道、钟汉华奉命来到北京谈问题，住在京西宾馆。一天，数千造反派突破警卫线，几百人冲到楼上，要抓陈再道和钟汉华。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领导干部赶到现场，保护陈再道和钟汉华等同志。警卫部队采取了应急措施，让陈再道等躲进电梯，把电梯在九层与八层之间停下，并反复地给冲击宾馆的人做工作，劝他们退出去。文革中，许多民主人士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一天，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民主人士张世钊先生的住宅，翻箱倒柜进行抄家。张世钊早年是毛泽东的朋友，建国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当晚，张世钊给毛泽东写封信，请求有关方面过问此事。毛泽东批示，宋总理卓楚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采取了三条措施，限令造反派归还张世钊全部物品，派警卫部队保护他的住宅，把张世钊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治病。随后，周恩来起草了保护名单，这份有79个字的保护名单包含了几百位需要保护的对象，不仅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还有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等等。国务院这栋叫工字楼的宿舍成了老干部的临时避难所。周恩来把一些受到冲击的国务院的部长和各省的负责人接进中南海里休息，实际上是让他们避开造反派的批斗和纠缠。在十年动乱的风雨中，周恩来像一棵参天大树，保护着他们的英皇。邓小平曾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周恩来，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他保护了相当一部分人。陈云也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吗？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党的干部和民主人士，而他自己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动乱中，有人用五豪起事来诬陷周恩来。五豪是周恩来的别名。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曾用过这个名字。1932年，周恩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两个月后，国民党为破坏中共党的组织，在报上登了一个五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立即登报辟了谣。文化大革命中有人翻出这个启事，企图打倒周恩来，对五豪启事全过程完全了解的康生装聋作哑，不说明真相。周恩来写信报告毛泽东，并附有关五豪启事的历史资料。毛泽东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给中央高层领导干部详细做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的登载所谓五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以后周恩来病重时，在进入手术室前，在这个报告上亲笔签了名。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周恩来在与五个部长见面时，部长们纷纷陈词说，现在的形势下生产维持不住，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在此之前，有人建议这种会议少来参加。就在这个场合，周恩来说了这样的话，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恩来就是这样忍辱负重，生力交瘁，苦心经营，力
写下了他生命中的极云金色，因而也极其辉煌的最后篇章。刘少奇作为走资派的总代表被打倒了，各省的代理人也都被打倒了。到1968年9月，除台湾省外，省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要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格局下重建党的组织机构。在这种背景下，1969年4月1日到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九大开幕式，大会被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简短的开幕词被高呼万岁的口号打断了数十次。那天，有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主席台前排一边是周恩来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犯了错误的老同志，另一边是林彪和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这个座序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02人，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都还没有恢复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的代表不是从选举中产生的，而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选出来的。林彪做九大政治报告，报告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方法，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背离了党的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根据所谓基本路线的精神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做了错误的修改，对党的理论基础做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还违背党的原则，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新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当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结果使林彪、江青的很多亲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在选举中，李富春、陈云、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董必武等虽然保留在政治局里，但已无足轻重。而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成员叶群、陈伯达、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谢富治等都进了政治局，占据半数以上的位置，在党中央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中共九大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同时也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历史证明，中共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江西的庐山被人们称作政治山。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这里举行。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识破林彪一伙急于抢班夺权的企图，揭露了陈伯达等人搞突然袭击的野心家的真面目，挫败了林彪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中共九大以后，林彪集团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权势，急于提前接班，开始进行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人，还有后来投靠林彪集团的陈伯达。这个宗派团体是以个人野心为基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逐步结合而成的。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居于副统帅的地位，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高峰。这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日常的军事领导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地位显赫的陈伯达，由于与江青的矛盾日趋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同年，林彪趁毛泽东不在北京，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所谓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在这个号令影响下，大批干部和家属被动员疏散到中小城市和农村，或被送进五七干校。陈毅、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被疏散到各地。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大多数的人赞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四月，在苏州的林彪向中央政治局及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建议。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仍建议由毛泽东兼任。毛泽东提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意不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也不要做孙权。五月中旬，林彪对吴法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叶群在同吴法宪的一次谈话中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同时，林彪一伙还别有用心地坚持天才的观点。他们一伙坚持称天才，表面是颂扬毛泽东，实际上是赞扬林彪自己。九大以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到处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幕式上，林彪突然要求讲话，大谈天才问题，并且用无产阶级专政元首的变通字眼，又一次把国家主席问题拐弯抹角地提了出来。林彪一伙的用心在于先声夺人，形成既成事实，让中央全会确认。随后，叶群叮嘱吴法宪等人在小组会上要含着眼泪发言，坚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突然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听林彪的讲话录音。陈伯达连夜选编了称天才的材料，并撕拟了国家主席一节的宪法条文。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同时发起攻势。
陈伯达读了林彪称天才的语录，然后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还有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唯恐别人听不懂他的福建话，还特意站起来手舞足蹈了一番。毛泽东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毛泽东说，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社谁就当，反正我不当。并对林彪说，你也不要当。会后各组传达了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分别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成他们向党中央做出检查。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戳穿了陈伯达鼓吹天才论的骗局，批判了他的唯心史观，号召全党不要上那些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那样一些人的当。全会开展了对陈伯达的批判，对吴叶李秋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林彪一伙企图通过和平方式夺取国家主席职务的阴谋彻底破产。全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工作报告，提出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9月6日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强调加强高级干部的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周恩来做总结讲话，并代表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打击了林彪集团的夺权阴谋，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江青集团占了上风，但是林彪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加紧活动，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现代化强国，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林彪集团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掀起了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热潮。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10月，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然而江青一伙对此却极力阻挠，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以召开工作座谈会的名义反对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1月中联部外交部在一份报告中提出批极左思潮，周恩来批示同意，江青却批示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行左实右。在两种意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
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江青。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江青、张春桥一伙趁机大反所谓右倾回潮，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等的纠左努力被打断，中国政坛依旧是乱云飞渡。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预备会期间，一些代表对纠斗走资派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不同意将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入党章，建议删去党章中红卫兵等一些名词。还有的代表提出，实际上没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但却被王洪文、张春桥当作不正确意见印成通报，混淆视听，左右舆论。中共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今天大会开始，敬赞的周恩来同志，做报告。同志们，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政治报告，王洪文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做出的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等党籍的决议。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虽然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做了某些批判，指出了他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但是报告仍肯定九大前后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十大政治报告是张春桥主持起草，由周恩来出面宣读的。在此之前，张春桥曾提议由王洪文宣读，当时周恩来的处境十分艰难。在十大主席台上，坐在毛泽东右侧的这位年轻人，刚刚38岁的王洪文扮演了重要角色。修改党章的报告是由他宣读的。这份报告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7、8年又来一次，说成是一种客观规律，宣称还要进行多次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党章还要求党员具有反潮流的精神。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朱百福、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也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十大闭幕时，代表们久久不愿离去。毛泽东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此时，周恩来对代表们说：“毛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于是，毛泽东显出笑容。在周恩来的陪伴下，待到十大落下帷幕，此情此景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1973年8月31日，举行了党的十届一中全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是在上海造反起家的，他比较年轻，又当过战士、工厂干部，突然被提升到副主席的高位。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他们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更加扩张。913事件以后，在林彪住所毛家湾查出一批林彪的笔记和卡片，上面摘抄了一些孔孟的言论。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孔反法的，有必要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同时，913事件给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强烈的震动，许多人从个人迷信和革命狂热中清醒过来，对文化大革命厌倦情绪逐步增长。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希望通过批林和批孔批判儒家的保守，肯定法家的进步，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1973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谈到批林问题时提到要批孔。同年5月，毛泽东送给江青一本郭沫若所著的《十批判书》，并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仙。毛泽东还写了一首诗送给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坟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情犹在，孔学名高十体堂，百年都行秦王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后反文王。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叶剑英。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又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甚至重新提出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还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江青等经过密谋策划，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批孔的文章，进而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企图利用这场运动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实现由他们组阁执政的目的。1973年11月，江青、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在迫不及待地夺权，还说他们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11次路线斗争。江青要求增补他本人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江青一伙的做法，毛泽东十分不满。这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后，把周恩来和王洪文等留下，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他说，讲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误的，说总理迫不及待不对，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还否定了江青提出的增补常委的要求。两周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起草了邓小平参加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1974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由江青主持编选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批林批孔运动大会，对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发动了突然袭击。江青以个人的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煽风点火。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大搞影射史学，不批林，假批孔，大批周公宰相，影射诬陷周恩来。他们借批兴灭国，济绝世，举义民，反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们还借平法之名吹捧女皇，为他们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制造舆论。江青宣称，这次批林批孔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罢官问题，是罢你的官还是罢我的官，是你上台还是我上台的问题。
他们还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制造混乱。在滚滚恶浪面前，周恩来坚韧不拔。许多老同志见到周恩来，都对他的处境和身体表示担忧。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无论如何要做到六个字，不倒，不走，不死。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刚刚好的局势急剧恶化，国民经济再一次受到严重破坏。毛泽东在发现江青等人搞帮派活动以后，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帮小宗派呀。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还说，他指江青并不代表我，他代表他自己。1974年国庆节，周恩来利用国庆招待会的机会，安排老干部们做了一次集体亮相。这次亮相增强了同四人帮相对抗的党内健康力量。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25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25年来，全国各处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周恩来见到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劫后余生的人们热泪盈眶。相别8年，他们发现周恩来老了许多。十大以后，党中央开始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近期内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的通知。四人帮企图通过这次会议阻隔夺权，看到开会日期临近，加紧了阴谋活动。为了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决定利用丰庆伦事件发难。1970年，周恩来曾指示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把立足点放在国内的造船上，但也可以买进一些船舶，也掌握远洋运输的主动权。1974年5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丰庆伦首次远航欧洲，国庆节前夕回到上海。江青一伙听说交通部派到丰庆伦协助工作的副政委李国堂和政治干事顾文广拒绝批判造船买船问题上的所谓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于是蓄意扩大事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国务院的领导同志。1974年10月，江青在一份有关丰庆伦问题的材料上提到，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钻了我们的政。10月1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拿出丰庆伦的材料质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表示，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江青又质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忍无可忍地对江青说道，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江青一帮人一拥而上围攻邓小平，会议已无法正常进行。当晚，江青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谋策划，决定由王洪文出面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乘飞机飞到长沙，他向毛泽东诬告说，北京现在带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同邓小平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王洪文又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这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着力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吹捧了一番。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他要王洪文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同一天，江青在北京接见外交部的王海荣、谭文生，要他们利用陪外宾到长沙的机会，就丰庆伦事件向毛泽东告状。王海荣、谭文生去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表示，事情并不像江青等人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王海荣、谭文生向毛泽东如实汇报了情况，毛泽东让他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同时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之后，江青一再写信给毛泽东，企图阻隔。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提到，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阻隔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江青突然向毛泽东建议，要王洪文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指出，江青有野心，他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他自己做党的主席。由于毛泽东的决断，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继续朝着有利于党内健康力量的方向发展。周恩来带病主持了人事安排工作，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周恩来和王洪文飞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毛泽东再次批评了江青一伙的宗派活动，他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当谈到小平同志时，毛泽东称赞说，他指邓小平政治思想强，用手指一下王洪文说，政治比他强。毛泽东再次提议说，我看让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并称赞小平同志人才难得。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现在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去顶。后来，人们把这次谈话称作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长沙决策。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了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13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了。周恩来抱病做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各位代表，我现在做政府工作报告，请求大会讨论和批准。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使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20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